我是金晓，看着我父亲跟人交手长大的。我爹常说我这种人唱戏能成名角，出家能做高僧。因为我会迷，在我爹身上，我看到的不是招，是意。 接了我大师兄的班，主事中华武士会，爹这辈子做了30年的面子，我是老了。新人要出头，我的班他接了，当然得大家认可才行啊。挑一个吧。好功夫啊！ 叫什么名字？叶问。你在北方的老哥们儿都不赞成这场比赛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，那可是回不了头的。宁可一死尽，我再一死听。你不了头，那我公家的东西。 就不能留在你的身上了。你爹最后的话，不问恩仇。功夫。 两个字，一横一直，企得翻喺度嗰个先至啱晒，系咪咁话？